今天伯明翰真的有点冷，早上九点钟就开始下大雨，我就穿上了这一个带毛的小背心。我那天在 MLS 里面也看到有卖这种小背心的，哎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看，它是有绿色、有白色，还有黑白条纹的，但是呢，它就是没有带一点点的羊毛，所以我想着家里面还有两件，就没必要再去买了，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带羊毛的，毕竟英国天气很冷嘛。我现在去给车加一个油， Morrisons 就是好，一条龙服务，又可以买菜又可以加油。刚刚到了一个快递，是要买最后生还者，然后他还不知道这个是就是我的快递是什么快递，因为我买了一个就是插花的那个棍棍，然后他买的是这个，他就期待这个先到。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反应，看一下，这会不会太生活化了，爸爸？嗯。每年必玩一部大作，今年就玩这《The Last of Us》。耶！继续剪辑吗？这个能不能放到视频里面？可以。分享一下我今天去买的东西：一个擦桌子的布，全麦面包，葱，两盒不同品种的蘑菇，一个番茄，牛油果，好喝的农场牛奶，一个茄切，香蕉，透明手套 ，OK。宝贝，你想用冰淇淋兑那个牛奶，还是说用正常的牛奶？正常牛奶，是不是买的那种牛奶？冰淇淋还是太甜了。要说他最不喜欢这个杯子，就是这种，它是一个螺旋状的，就是从下往上越来越高，然后它就比如你喝到最下方的这个位置，它就会漏水，从你的嘴边漏下去，很不方便。哎呀，他今天这个牛奶不是很好摆开，嗯，就是今天没开好。对。下次我觉得还是买最最最正常的牛奶吧，这个不是很好开。建议。反正我是我拼控制的采购大权。那是必须。我今天在路上还在想，我就是控制采购大权，你就是负责出钱。是的。我要准备煎个蛋，之前就是买的这一个小煎锅嘛，之前的住宅它是那种电磁炉的那种样子，然后现在是气，它那个电磁炉就是不能用这个，它太轻了感应不到，然后现在是气的话就肯定能用。可以的，现在这个牛油果看起来就是比较绿，但是它其实里面是熟了。真的啊？简单切一下，非常的粗糙，粗糙的牛油果。嗯、那有块皮。哪里？嗯、哦，你眼睛太尖了。要喜欢弄点这个辣椒油，好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、我就弄点黑胡椒就行。嗯。哎、呀，爆汁了！哎呀，爆的我满盘都是。嗯，我这里也有。
气有小猫咪。我现在要整理一下我的书桌，非常的凌乱，看一下样的呢，非常的整洁。这个是我画的我妈妈，非常的抽象，后面还写了一个梦，还有一个小爱心，可爱的 sloth。 这本书就是超级厚的关于林肯的一本书，我之前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它，就说看了之后你会对你的生活感觉非常有动力，而且你还能够学到关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team， 你的团队的合作就能够在这本书里面体现得很好，但是我还一页没翻，因为它里面的字真的太少了，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啃下去吧，而且里面的字很小，你们看是吧，就超级小，我会给它放在这里，让我随时知道我还需要读它。现在要和周先生一起去隔壁那个打保龄球那里吃个饭饭。刚刚本来说想去那里面保龄球馆吃饭嘛，里面还有电玩什么的，但是体验感太差了，因为里面太闷了，真是乌烟瘴气的，我们就出来了，就准备说还是去老地方吃饭。老地方在哪？Sainsbury's 啊 ，Sainsbury's 里面。这个肠上很香，烤肠，薯条感觉很新鲜。这是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上学的时候吃的套餐，就是这样子。一个薯炸鱼薯条加上一个烤肠，那个。我亲自尝一下他这个炸鱼。我是在英国吃遍了很多家炸鱼薯条的人，让我来给他拿拿味儿。我来尝一下，这叫小柠檬。不错，不错，能给个八分，满分十分。8 out of 10。8 out of 10。先给老婆，哎呀，还没弄下来。咋样？好吃吗？不错，味道。我觉得比当时我们在萨里大学时候吃。Surprise。样都吃了一些了，我把剩下的解决掉。这个我们点的是维多利亚的蛋糕，有没有很甜？一点点，中间这个是奶油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维多利亚的蛋糕吗？给打多少分？7分。7分。10%。10%。10%。10%。完食。样来试下衣服。再胖一点，这就刚刚好的时候。那你还能胖一点不？说不定还再瘦一点，结果就大了。喜欢不吗？这件衣服？挺喜欢。嗯。嗨嗨，大家下午好，现在是下午3点过，我想骑个车。现在英国的天气晴天。我买的这一个洗车的，第一次买，不知道好不好用，先试一下。天哪，车轮这么脏。你们的车轮是这么脏吗？估计因为它是前驱，所以它的前面车轮用力比较猛，所以它很脏，就是比起后轮来说，后轮都还挺干净的。天，好香，我就闻着味儿下来了，还给自己弄了一个这个葱姜龙虾。这个是哦啊，差一点把这一道菜给打翻。天哪，太香了吧，葱爆羊肉，哇，我想吃饭了。是的，这是样自己的一道龙虾，有模有样的做的。这个是他给我炒的，这个葱爆羊肉超级香。吃饭时间，
我来尝一下样做这个葱爆羊肉。他每次做菜的时候都会上网，就哪怕他自己会做，他都会上网去看一下别人的教程，就做出来的真的就效果非常不一样。太好吃了，这羊肉炒非常嫩，不错，一次比一次好。嗯，谢谢。晚饭没怎么吃多少，就吃点水果，刚削了一个苹果，再来一个火龙果。我很喜欢吃火龙果，这是红心的火龙果，你看，教你们哦，火龙果就是这样，一刀一刀切下去，其实就是和芒果差不多，就这样切成一个田字格，然后呢，再从外面这样削一圈，就可以挤到这个盘子里。哎呀，好难操作的表演，就很快的挤出来了，很漂亮哦。剩下的也不能浪费，再削一下，很丰富的一盘吧。我今天买了这个，就是帮我的兰花扳直的一个小棍棍。之前其实我买的时候，这个兰花它是很有型的，就是它买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棍棍这样弯过来，让它成为一个拱形的形状。但是我觉得那样就是对它来说就是太憋屈了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棍给拆了，结果没想到。就肆意生长成这样，弯的不行。它这个圆圈就是这样给它扣上去，但这个扣子不是很稳，觉得还是需要用这个小抓夹给它抓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弄好了耶，嗯，好美哦，你看这个弯成这样了。本来说是让它们自由生长，完成了，它们都立起来了，好美哦，太喜欢它们了。